旅行者，一起喝一杯吧。嗯，你在调查红月事件？没想到现在还有人知道这段历史。有时间吗？那可是一段很长的故事。骑士、教廷和法师在王室的统治下相互依存，但那件事让他们分崩离析，魔王趁虚而入。神器的守护者，如今的法师女王艾莎，原王国第一公主，如今的骑士女王奥古斯丁，贫民窟出生的杀手，如今的教廷女王佩特拉，在认识到他们的错误之后，向即将用红月吞噬世界的魔王亚巴顿发起了最后的反击。前面就是亚巴顿的位置，这里上升独立了。休息时间已过，换我上场吧。亚瑟，扎子，命运在我手中。
少，不要！雪好像越来越……似乎必须去讨伐魔王了呢，马拉会努力的。这就是我的实力。